啊，于113年2月27日，麻豆区一处兰花园，名贵兰花一夜遭窃。啊，原主发现后立即报案，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后，分局长立即指派侦查队与麻豆派出所组成专业小组调查。专业小组成员不分昼夜分析行进路线，过滤数十支监视器，发现一车设有重嫌，啊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专业小组见时机成熟，分时拘票、搜索票，啊，至宜兰县拘提李、林两嫌到案，并于林显的田间废弃公寮内起获遭窃的稀有品种兰花共50盆，并全部带回。案经通知被害人前来指认，确实是所失窃的兰花无误。啊，本案依加重窃盗罪嫌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麻豆分局分局长张正国呼吁市民财不露白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发生刑案，南警绝对侦办到底，破案是最好的犯罪预防。啊，为维护社会治安而努力。